彤彤，我想去大城市闯一闯。咱们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阿龙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是挺想去的，但是我女朋友说了，就想在咱们这边生活，以后也不可能去外面定居了。为了她，我还是留下来吧。以后去城里打打工，混个职员什么的，也挺好的。行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下周就走。走之前，咱们喝两杯。好。是不是我妈说错了什么？不是，我挺感谢你的，带我来农村见家长，我也觉得阿姨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就是我从小生活在城里，从来没来过农村。没想到你们这里那么破，你知道吗？我妈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他们说你们家没有钱，不能在城里买房买车。之前我不信，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说的对，爱情需要物质的基础，结婚更需要物质。东东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小雅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给我几年时间，我肯定能在城里买房买车，肯定能挣钱。东东，我是个女孩，我没有几年时间可以用来等。你要本事没有本事，要学历没有学历。你确实是个好人，我喜欢你，但是喜欢不能当饭吃，我不能用自己的青春当赌注，去赌一个不一定能实现的未来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分手吧。谁呀？谁呀？我求求你了，就三年，给我三年时间，我一定能挣钱，我一定买房子买车，到那时我们就结婚。求你了，小雅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？我给不了你时间，你们家是农村的，太穷了，我不相信你。你别让我瞧不起你，行不行？起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的膝盖不是让你跪这么一个女人的。东东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农村人是没房子没钱，但咱们不能没有武器。还有你萧阳，你别瞧不起农村人，我们家里是不好，但不代表我们这辈子没出息。过几年你看看谁过得好谁过得差。好好好，你们有出息行了吧。站起来回家。东东，东东，阿龙，我下周就跟你走。我就不信我混不出个人样来。加油兄弟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喂，李总。小雅，我再交代你一次，
这个客户对我们公司啊相当重要，好几家大公司都和我们竞争了，你这一次啊一定要尽力把合同啊给我谈成。哦，一定。谢总你好，我是与你对接小雅，刚才空空。咦，小雅，是你啊？你是谢总？哦，我和阿龙一起开的公司，现在还算有点起色吧。你现在还真是有出息了。出息谈不上，一般吧。我真是为你感到高兴啊。其实这些年我还是挺想你的，我当时真不该听我妈的话，我特别后悔当时跟你分手，还好我们又遇到了，这真是缘分啊。我想我们还可不可以重新在一起。我这样说确实是唐突了，但是我真的后悔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你现在还是爱我的吧？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了，我的家人啊，现在一定能看上你。给你，说好一起吃午饭的，让我等这么久，你还去不去？哦，介绍一下，这是老朋友，也是今天来谈活动的小雅，这是我未婚妻思思。你好。行，小雅。你看这也到中午了，该吃饭了，我们打算出去吃，就一起吗？不了不了。那好，你先回去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思思，阿龙，我们走吧。